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那这次《梦幻模拟战》的已经很久没有录剧情了。那剧情好像没什么人看，但好像比较不在乎剧情哎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边游戏，我觉得剧情还不错啊。好啦，这次我们一样是来抽我们的这个新的卡夹啊，叫做碧空的双子。那我们抽抽看吧。那我卡夹我还有，我可以抽五十次。那我先抽一次看看。Go！ 会不会中呢？好，看起来没有。好，有了，有，这次也有。我是天下的大君，シルバーウルフ様。召喚を受け、ただいま参上した。这次不知道强不强，因为毕竟一定会中一次 SR 的卡片啊，所以没什么好期待的。好，这些都有了，有，有，有。我想一下哦，英雄召唤，我们这个英雄召唤抽一次，嘿。哎，停了，这个很难抽哎、欸。海恩，哦，海恩是 SR 级的、哦。好，我们最后抽一次，再抽一次，三十连抽什么都没有啊！三十抽都没有，没有一张 SSR， 感觉比神魔还难抽哎、欸，又没了，哇，哈哈，好不想抽了，没了，刚才 SR 已经过了，就第一只索尼娅。雅尔达斯对不对？这一只，这一只，伊美尔达，哦，这次也很好，这次也不错。好啦，我们的最后一次抽啦。啊，我还以为有中哎、欸，结果还是没有。哎，又按太快了。哦，好像有些角色都没有哎。好，不错啦，至少有些角色蛮想得到的都拿到了。这一只纳姆，我想要纳姆是因为单纯觉得纳姆蛮正的。我们看一下纳姆的那个图，纳姆。哇，这个屁股啊呵呵，哦，这个太不科学了。我们看看基板，基板那个图案会比较明显一点啊。哦，台根都，哇，这个。以后这个图片可以转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可是应该没办法，他们转还要做很多事情。羁绊之力，先赠送一点礼物给他。天哪，呢？
为什么会穿吊带裤啊？吊带裤是怎样？你看伊尔没打，伊尔没打哪里？啊，不是你，你等一下，啊，在这里。哇！隣は、いつ誰が撤退していいと言ったんだい？そんなに死ぬのが怖いなら、私が先にあの世へ送ってあげるわ。太正了。この愉快な旅を続けようじゃないか。好啦，那自己到民宿啊，抽个卡，告诉大家。SSR 是很难抽的，上次大师只是运气好，不小心抽到了，不小心抽到他。可是老实说我也觉得他不是到很强啊，学历还是强多了。好啦，那个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左下方的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您就有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，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